各位乡亲，早啊！欢迎收看今日国家财经公司台记台财气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十几个境外病例，一个本土病例。这个本土病例是乐富的饭店江顶部的员工，因为业务的关系，加进前去会调的帮务主管定定有接触，转去会调。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嘛宣布讲，对五月七十后礼拜一开始，要开放各管各案单位，也够六十五岁以上的民众，会当去做公费的 A G。以红霞花航到六户的群组感染，阁新增加一个员工去划掉。指挥中心宣布，案号1174是台湾籍三十多岁的男性，是六户的工程部的员工。四月二九清空计划去集中检疫所，迄天采检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拢是阴性。五月初三开始出现咽喉痛、发烧甲筋膜酸痛的症状，初时通报症状了后采检确诊。伊因为业务的需要，请在甲帮务部有来去，而且甲暗号1120的帮务男主管、甲暗号1129的女主管有密切接触。到目前为止，包括外包商做水电的甲员工，陆续已经有六个人确诊。一定时间的哈没有防护的接触，那样的密切接触就有人传人的可能性。除了本土病例，国内嘛新增加十二例境外移入病例，是为菲律宾、越南，还有印尼带病入境的病例，因拢有登记前三天来检验阴性的报告。不过，还佫伫咧检疫期满进行采检确诊。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除了考虑检验报告是真是假以外，还佫爱判断个案。若是伫咧潜伏期的时阵登记，前三天是验袂出来的。另外，若是确诊者的尸体达伫咧三十以上，都可能早就已经感染，因为伫咧感染了后的三四个月，检验结果可能有当时啊阴性，有当时啊阳性。去年十二月六号就有22例的境外移入啊。那所以从十月六号到现在，今天的境外移入个案是比较高的。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国内 A Z 疫苗也有240,000剂，为了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为五月七十开始开放军人、军事机关、各安单位文职人员甲65岁以上的社会人来注疫苗。韩国还是以 A Z 打的比较多哈，那这样的有打跟没打的这些长者里面，发现说打一剂的 A Z 就保护力就可以达到86%了。华航机组员的清零计划嘛正式启动，从初六开始，华航很多的航班机组员回来台湾了后，要实施五天的居家检疫，加上九天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而且采检五届。要若短途的航班，机组员是要伫14天一般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加强做采检两届。但是中强调讲，这个方案对华航的营运一定有影响，不过已经选择影响详细的方案。目前这个计划暂时未伫其他的航空公司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因为桃园乐富的饭店做防疫旅馆，不过还够收一半的旅客引起争议，所以台北市即卖已经决定讲，未来防疫旅馆还防疫旅馆，一般旅馆还一般旅馆，袂使难做伙住，因为会使分无同个楼层住同一栋，严格未来袂使。那最近疫情较紧张，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呼吁讲，想要去长照机构探视时段，五月十七之前会使用卡电话，还是用改用视讯的。示范的是那个防疫旅馆的基本配备的防护穿着，酒精洗手、挂水烟、穿防护衫，这是防疫旅馆人员消毒跟穿防护衫的标准流程。因为富兰特饭店难做火大，引发争议。台北市长郭文铁亲身到防疫旅馆视察，伊讲以后台北市新加入的防疫旅馆无搁再分层分流，现有六间分层分流的防疫旅馆会协调跟这纯防疫或者是一般旅馆。新加入的是就不会再全部100%了，旧的就是按照他们的意愿。不过已经我早上看7家有4家说他们就改成。完全的防疫旅馆，另外3家现在还在考虑，还在考虑。好，我们会进行教育训练啊，对于新进的或者我们检查不合格的，我们会要求到他一定要训练到合格，每一个必要的训练时数，而且我们要实地穿着，让我们看合格了以后，我们才让他从事。因为确诊者的卡点向北行透透，台北市虽然暂时无提悬防疫的层级。严格性下修公有店馆的用流连锁，连锁按算上紧后礼拜三公布，同时还加强稽查八大二场所，室内做好实名制，室外做到足量管制。新北市长侯友宜伫咧探视土城区的长照中心时阵，希望母亲节去探视时阵，尽量用视讯的方式。中央已经限制长照机构探视停止到5月17号，很多人。
没有办法跟妈妈能够探视而近距离接触，必须要采用视讯或电话的方式来问安。新北市教育局也宣布，三重埔、罗州、中和、永和四个行政区六间国中小学校庆活动隆重停办。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提关注预防下意愿，政府已经宣布讲，罗岗会当请注意标价。也不过并无薪水。昨昏正是医护团体工会是发表联合声明，认为无薪水就无法度提悬医院，颠倒请病假阁有半工的薪水。指挥官陈时中即马是表示讲，会阁甲劳动部讨论看敢无法度另外增加病假。疫苗注射假正式上路，啊，不过头家仍免付薪水，比病假只付一半薪水较歹。反倒等下公务人员说唔免被扣薪水，民间机构恐惊真歹比较办理，引起民怨。指挥官陈时中回应，爱政府全面补助也是一大笔的钱，并无编列相关预算，而且也不是所有人拢会请着假。啊，不过最近会甲劳动部讨论，透过增加病假的方式减轻头家负担，不增加大家的负担的情况下。那把病假天数，哦，就是可以外加了，劳动部再来讨论一下这样的可行性。面对头家不免付薪水的争议，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台大病院企业工会、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即卖劳工请假规则已经有病假扣半薪的规定，指挥中心特别制定的疫苗注射假，反倒带予头家不免付薪水，甚至可能连病假拢无法度申请。很多的医院主管，他可能为了成本的考量，他就是直接要求你去打疫苗的人，你通通都是去请疫苗接种假，你为什么要去请病假？指挥中心颁布疫苗注射假，头家应免付薪水，按个规定免扣科技甲影响全勤。另外，劳基法规定一年内，确实无超过劳工病假天数三十天，头家拢要付病假一半薪水。在搭病院阁较好，直接有恢复假，而且有薪水，未影响科技。本来身体不舒服就可以请病假，雇主应该要给予的。这里是不是要再衍生一个所谓的注射疫苗假？个人并没有非常赞成。跟世界各国比，目前日本、英国也在研究推动有薪水的注射假。美国是纽约州先实施，短薪假八点钟确实出现副作用，建议增加假期。南韩是伫四月七日实施疫苗无薪假，有两天假未扣薪水，但是中表示经过评估，只有600到700个人有请两天假的需求，才决定保留春秋无薪水。不过也希望头家体谅，研发薪水搁较好，请病假免影响考绩。记者综合报道。昨天改善天气，今天是风面瓦近，北台湾过头了后就开始落雨。啊，那中南部爱说是高温，咱来看温度。方面提早瓦近咱台湾，伫东北部、金门、马祖，伫今仔日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过头了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的山区嘛有雷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即几天日时温度拢真高，气象局有发布高温灯号。中昼伫台南、高雄、瓦近山区也是好高，是感冒式的灯号，是连续出现。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啊，那伫屏东瓦近山区也是好高，是黄色的灯号。伫拜六礼拜，方面就停留伫北台湾北部的海边，天气拢无稳定，马上说是过头了后，山区会落雷公雨。虽讲头一阵黄色雨已经到位啊，啊，不过雨水无介济。中央科学应变中心是宣布讲，目前咱水情的灯号是要维持，无要震动。嘛，烦恼黄色雨的雨水并不乐观。今年这个高压的强度，还有它的位置，真的对它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即气象分图讲，台湾周边负极在高压停真久，时间有半年，而且愈来愈强的现象。原本暗望黄色雨永久欠水，啊，不过即马雨负极在高压阻挡，国内水情阁增加变数，应带来偌济雨量，爱阁观察。有两股力量呢，一个是这个高压偏强，事实上这个热带扰动也相对蛮活跃的，高压在台湾上空会。影响我们这边的降雨是有抑制降雨的作用。其实中昼过后，大台北地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礼拜四下晡开跨部会议，外界关心黄色的雨是不是为中部解除旱水，甲最近紧张的桃园新竹高雄是不是进入旱水？经济部长王美花讲，目前最近天候维持不变。我们五六月份的这个降雨的情形呢偏少。
到正常的情绪，不能掉以轻心。那我们的水情灯号目前不会变动。气象局统计，到今年四月中为止，西半部地区落雨量是观测记录以来上低。虽然今年主要梅雨季得伫五月底六月初，暗过因为负责台区压增强，落雨量依然无甲到乐观，民众水也是爱欠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若要用水，一直拢是用地下水，也毋过因为枯旱，地下水嘛变少。自来水公司即马决定对五月初起，今仔日开始，伫南投埔里要扩大省水措施，会分区轮流减少水压。民众是几啊个传统式的地下水泵，毋过毋管怎饲，就是无水流出来。伫咧埔里镇比白里的五港泉是真有名，原本当年拢有涌泉，毋过为旧年开始受到枯旱影响，地下水愈来愈少。原本会当予民众浸脚体凉的所在，即马连一滴水嘛无。当地居民几啊十年来头一遍拄到即款状况，都没有下雨，所以相对它的水位就比较低。然后我们现在压是没有办法压到水的，就是完全缺水的状态。一般来说，我们这边它这口井会自然涌泉，就当水量够的时候。埔里镇因为有真丰富的地下水源，所以长久以来无需要靠雾社、日月潭两个水库供水。当地用水井吸地下水，就当提供全埔里镇30000多户使用。不过水情真严重，卫生为重。全镇已经开始暗时减压供水，因为水情一直无乐观。台水公司决定，为五月初七开始，每分区轮流专工减压供水。我们会依照水情的状况哈，还有部分高地区跟管末端的用户哈，那边的水压部分来做一些微调。你若讲无做水塔的吼，这都一定到时阵啊，巅峰的时阵吼，伊前日供水的时吼，伊的水源就无法度上到遐。台水公司表示，目前埔里镇每天平均的供水量已经降到大约25000栋，不过用水量却需要27000栋。放假的时间欠水情形更加严重，所以才会扩大来实行减压供水。不过，若是枯旱现象持续不断好，每天的供水量比需要的水量八成更加少，欠水措施在六月份可能会更加严格。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今年五月日腊月阿妈会当看到天狗食月，而且是今年上大粒的满月。中央气象局天文预报讲，台湾各地伫五月日六去暗，月阿妈6:30月娘出来了后，就当看到天狗食月过程。等月全食的时，会当看到一粒又搁红又搁大粒的大满月。来看联合报，当年五月份是教师精选的时阵。政府推动双语政策，不少县市伫体育、美术、音乐、生活、科技这部分拢有开出双语教师的课，也毋过已经连续几年冬拢招袂甜。以台北市做例，去年台北市各中国小有开出91个双语教师的课，尾啊，敢若找到22个人。专家即马是讲，这人才大学拢还袂毕业咧，所以可能爱阁等2-3冬才找有。来看苹果日报，嘉义中正大学一个姓刘的女大学生，14年前当被登记学校的半中途，煞汹汹失踪。警方锁定伊的男朋友，暗中在调查，不过拢找无证据。被当了后，这个查甫囡仔阿妈阁汹汹失踪。警警即马接到线索，将阿新的证据拜结时，已经把这个查甫人抓去，嘛伫引导发现骨骸，即马等待侦办。来关心经济，美国的资料显示，咱台湾即马是全世界生囝率、出生率上低国家，吊车尾。所以行政院伫昨昏宣布新的福利，未来翁某会使同齐请育婴留停假，嘛会当摕津贴。津贴是对原本薪水的60%增加到80%。另外，即有新的负责人三减假5天变7天，嘛扩大人工怀胎补助，而且按算对7月份开始实施。为挽救国内经济生育率，母亲节进前送大礼，行政院提出政策力度，增加生育补助。行政长苏贞昌定案，7月7日正式实施。怀孕的安心生，然后到生出来的育婴，到育儿，那么这整个阶段0到6岁。那以前我们都只讲0到6岁，现在我们是0之前也要来。
过去父母不能同时请育婴假，未来能同时申请，同时还能请领育婴停留津贴。育婴停留津贴也为原本投保薪水的六成提悬到八成，参加补助次数也为原本的十摆提悬做十四摆，可增加体因糖尿病体检甲病会检验，降低无因并发症风险，同时增加两摆一般超音波。有薪水的参加假也为五天增加做七天，也扩大补助不孕症器官医院，中加收入户为持上限15万，非中加收入户第一摆申请，每一摆上限10万，各一摆申请上限是6万，有够每一年应帮助1.3万到1.8万对红包。以每胎来计算的话呢，就是最高40岁以下就是6次，好，那未满45岁的就3次。行政院出大力度要增加国内生育率，但不过立法的民进会效果有限。内容大部分都是集中在针对学龄前幼儿家长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支持或是好康优惠，那这个部分的力道可能第一个它不够强壮，到可能只能达到减轻育儿负担，但没有办法达到鼓励更多的国人生育的效果。立法院民进会生育补助不应该只限制在囡仔六岁进行的补助，公共化投用，育儿优先级长甲主题政策也要斗阵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还佫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5亿600万例，死亡人数有32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13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173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即马伫日本是超过6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三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30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2100万例，巴西超过15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78万例。即阵尼泊尔疫情嘛咧单警报，初五的时通报8605个人确诊，有58人死亡。目前确定病例数是一个月前的57倍。新武峰尼泊尔基地嘛风声讲有17人去回调，也毋过因的当局公布这款代志。另外，尼泊尔对这礼拜要开始暂停国内外所有的航班。昨昏机场出现人丁，因为大家拢赶要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伫哩加德满都的机场有真侪要坐飞机离境的旅客，尼泊尔政府初六开始暂停国际航线，主要是因为新冠病毒确诊数快速增加，已经自初三开始暂停国内航班，飞航禁令下日到14。As a last year, we, abo, mulaki pani chuo, abo, jang lai re subidis. Khasa wale ang bone, corona lagate, alagate ticket na para. 出哩尼泊尔的班机，大部分拢会经过疫情正严重的印度转机。外电报道讲，印度疫情已经扩到尼泊尔。印度组织国际红会加红新加坡资料，尼泊尔目前确诊数是一个月前的57倍，阳性率44%。话印度边界城镇需要治疗的病人快速增加。尼泊尔这么完全做过有风险的人，只敢拿1%。一个啥？没得一个什么？没得什么？没得。所以自首都加德曼都那边的病院接到17个人确诊的通报，有一间私人病院甚至证实登山客体检是阳性。尼泊尔政府目前否认基地营的确诊消息，因为登山业是因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官员想要淡化态度，让人真担心。关键是为了要避免，就像去年疫情发生时阵，关闭登山业所引发的压力。登山界讲，若是山顶出现重大疫情，恐惊带来真可怕效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即阵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应该算是印度，印度疫情拖未停，一天新增加超过41万人确诊，要有4000人死亡，直到创下新的新高。印度的防疫官员即马是怀疑讲，即届的疫情遮尔吃力，应该是相同的变种病毒害的。毛专家警告讲，即马印度疫情已经失去控制，印度的政府要量早做好准备。
印度第一大城孟买车牌规定，亲身体验上新推出的疫苗得来速，为老大人伫车顶做新冠疫苗，安全阁方便。印度疫情无断好，根据卫生部数据，过去24小时新增加超过41万确诊，死亡人数接近4000人，双双打破相关纪录，超过2100万确诊，23万多人死亡。BBC 应用印度防疫中心官员报道，印度病例数较悬的地区，病毒检体拢检验出 BE.617 相同变种病毒株，有可能甲最近第二波疫情有关系。啊，不过现阶段依然无法度完全确定。工会专家警告，因为病毒依然有高度传播，印度爆发第三波疫情也是无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A phase 3 is inevitable.Given the high levels of circulating virus, but it's not clear on what time scale this phase 3 will occur. Hopefully, incrementally, but we should prepare for new waves.印度疫情甚至滚加到第英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因为虽然印度不是 G7 成员国，依然以人客身份参加，甚至到有两名参加印度官员确诊，代表团甘宁全体自主隔离，佮以视讯方式参加会议。全球疫情严重，南非甲印度向世贸组织提出各大药厂暂时放弃疫苗的专利保护，希望加速全球疫苗生产配送流程。结束疫情，美国拜登政府采购政策表态支持。We tak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redibly seriously. We also, though, are in the midst of a historic global pandemic, which requires a range of creative solutions, and we're looking at it through that prism.国际制药生产联盟表达失望，发声明表示，这举动对药厂生产更加多疫苗无帮助，应该专心在处理消毒贸易障碍、甲疫苗关不了欠款的问题。美国国内有反对的观点认为，这边新冠疫苗专利保护人工是将研发技术让予中国甲俄罗斯。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关心巴西大城里约热内卢发生枪战，警方在散车的社区内甲卖毒的毒贩互相开枪，造成上无25个人死亡，内底包括一个警察。警方表示，这个犯罪集团吸收少年家走私毒品，搁抢劫做歹代志，这嘛是当地史上死伤上加惨重掠毒品的案件。民众伫咧平民区抗议，大声喊讲要伫正义。巴西大城里约热内卢随后发生激烈的枪战。里约警方伫一个平民区对峙行动时阵，甲毒贩发生枪战，造成至少24个嫌犯甲一位警察死亡，也是伤亡上惨重的缉毒行动之一。对当地新闻台画面，看到警方要抓人的时阵，嫌犯一个想要从厝顶逃走，正是也无顺利去接到附近的轻轨列车，有两位乘客和破解玻璃挂着伤。警方表示，这边行动是要调查红色命令这个犯罪集团，因此平民区找一寡囡仔甲青少年加入因的犯罪集团，专门伫咧走私毒品甲抢劫。Meliante invadiu a minha casa, como eu moro na comunidade, não tenho como botar para fora, entendeu? Já estava baleado, ferido, e logo assim atrás chegou as polícias. Nisso eles entraram, perguntaram se tinha alguém, eu só balancei a cabeça que sim, porque eu tenho minha família aqui dentro, e eles já saíram entrando e assassinaram o menino dentro do quarto da minha filha. Com o tom que aqui em Li Yue Kinghong, Zong Kiong, Jiping, Nang Ba Go, Zai Chipping Kiong Dong,其中有12遍造成3人以上死亡。不过，巴西最高法院伫咧旧年颁布一项命令，要求警察伫疫情期间非必要情形下暂停行动。最高法院对这项行动是毋是合法，拒绝做回应。公司新闻张伟林将健康编辑。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爱达荷州一间中学发生枪击案，这是一个6年的查某囡仔，竟然夜枪对教室内关连续开几啊枪，上无造成3人重伤。来关心世界疫苗大会，顶日啊伫美国召开会议，把莫德纳疫苗下算作是世界上上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苗下，啊那中国的疫苗下无入选。来看法国参议院昨昏通过支持咱台湾的法案。讲要支持咱台湾参加国际组织，这嘛是法国的国会头摆出现支持咱台湾的议案。
来关心车事，透早四点过，伫金门北边的海域，找到一个20多岁中国的查甫人，伊是坐秋凉船偷渡来咱台湾，讲要投向自由。这更是5天来第二宗这款的事件，引起各岸单位的关心。咱立委会嘛表示，一定会依法处理。下当看到一名中国籍的新疆查甫人为秋凉船落船了后，一路杀着秋凉船行到海边，海巡人员已经在等候准备将人逮捕。你要非法入境哦。海巡警官清早28岁新疆查甫人发现伊的行李箱有行动电源、手机、银行卡，也阁有食滴肉水饺。伊讲，家己此时为福建厦门外海小丁岛出发，到大丁岛了后，就落用手背船前往离大约5公里的金门三山山海边，被3点外钟透早4点50分，和金门北边海象环制雷达发现，阁透过红外线日夜上系统比对，海巡单位派员准备顺利抓人。我们在金门北面海域。发现了一艘可疑的目标光点向岸际航行，随即我们通报了线上的巡防艇及岸际的巡逻能力，前往附近进行查查。秋凉船有红色头灯的机啊，查甫人讲秋凉船是提托宝贝，因为这都发生中国查甫人驶军规秋凉船为福建偷渡台中港码头，并对5天出现2件中国偷渡客驶秋凉船想要入境，理由拢是投奔自由，传出已经引起国安高层重视。分析背后，敢是有政治操作？刘伟辉指出，海巡署严密监控四口为海峡，对偷渡客会依法严办。红外线、定时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强化征收能量，一经查获偷渡个案，都依法严惩。偷渡人士上岸之后，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甚至上岸就要跟路人求助，要便当吃，就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一个就是特工人员，或是说两栖偷渡的军事人员。学者分析，为2件个案的行贿加载的装备无符合中国特工的形象。海巡署表示，但西港查甫人完成隔离检疫期满，已违反《出国移民法》国安法等案，阮基正进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鸟仔生团的季节，伫高雄市立动物园最近就收到5只鸟头鸟的鸟仔囝，拢是民众捡到了后好心送过去的。兽医即马是表示讲，大部分的鸟头鸟仔囝是长在学飞，也学袂晓，才会对鸟仔兽落落来。动物园讲会甲因训练了，会晓飞了后就会养好。鸟仔笼内底2只鸟头鸟仔囝长在曝日。不过看到镜头有淡薄仔紧张，因是1个多月前，予民众捡到，才送来动物园。甲因同款，予人送来食的，阁有另外3只，拢是还袂晓飞的鸟头鸟仔囝。186。保育员逐天替因放灯，准备带这3只鸟仔囝去外口活动。我拢会带去。较小大的空间，我会去看伊的活动。然后伫这个过程中，我就会去评估它，伊有法度顺利的飞去伊的迄落栖架无，还是伊即马飞行的状态有不平衡的无？带只仔运动、训练飞行，是为着以后放线做准备。其实这5只鸟头仔仔拢真健康，其中有2只是藏伫电箱内底发现。兽医表示，民众好心把还袂晓飞的仔仔送救援，其实做法无正确。因为他们需要青鸟带他们去学习什么怎么样子捕获食物，怎么样子飞行。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中断了这个过程，他没有人可以学习，他们在适应野外生活上面就会很辛苦。唔拿鸟头鸟，伫南投嘛有2只婴仔仔落落来，予人捡去野生动物急救站。2天了后，因嘛予人送倒去鸟舍，甲爸母团圆。这个时期，这种捡到鸟仔囝的案例真多。救援单位认为，除非鸟仔囝在危险的所在，若无上好把伊留在现场，也是放在树枝顶端，唔通让伊找无爸母。记者陈嘉文、赖维泽高雄报道。新竹县政府开1亿8000万，伫湖口新起一座运动公园。想袂到完工了后，即马是防火建工，唔若篮球场的线画甲乱七八糟，而且落大雨，阁会积水。篮球场够时间刷围嘞，但是已经有少年人等袂赴，伫遮拍球啊！新竹县湖口这座运动公园拄完工，不过唔拿球场内底线，互人看甲雾沙沙，而且只要落过雨，球场内底就会积水。把所有的标线画在地上，然后呢，
啊，这个地面也不平啊，容易积水。这风雨飘进来之后呢，这雨水没办法散去，就积留在这个平面上面。这个对这个打球的也是啊，相当的危险。除了设计问题，上让人感觉奇怪所在是，这座留恋爱的场地只开放特别的团体。一般民众竟然未使使用，盖这么大的一个美轮美奂的直排轮场，居然只是给特定的一个协会或者特定的几十个人的一个单位就可以来使用这么大的场地，而且是供他特定单位使用哦。啊，乡亲是不能进来啊，这样子合乎这个公平原则吗？根据民众的需求，以安全为原则的情况之下去订使用规则哦。希望说在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场地里面，能够提供乡亲最多最有可能的方式来做我们的相关的运动执行。开一点八亿以上起起来运动公园出现这么多状况，县政府讲会赶紧找厂商讨论，看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让民众有安全的运动空间。记者丁君和新竹报道。在台南有一个所在，有一项真特别的风俗，叫做挂公铃比赛。民众会伫婚轿啊、身躯挂铃啊，看婚轿敢有法度家己背登去处理。这项比赛虽然无严格规定，严格从阿头来底，对规则拢有共识。伫婚轿身躯顶挂一粒铃啊，看起来亲像要出去旅游。不过其实这是一款挂公铃的比赛。台南新营咸水等等的所在，拢有在举办挂公铃的比赛。这款比赛是争头之间的大车拼，亲像这场就是五经厝甲古堡的公铃赛，由五经厝的婚轿会去古堡办婚轿，看因的婚轿敢有法度挂铃啊，背登去家己的争头。就算五经厝来古堡挂，啊，就对了，罔今仔日就算输赢。比赛现场，婚轿的主人除了为着家己的鸟啊，经寻找适合的铃啊，为着确保家己辛苦训练的爱鸟会当安全抓回来，过伫咧婚轿的身躯顶等因啊。但是背无过界，互别种的人捡起，就会当用宫廷介绍安全锁回来，袂去防乌白化解。等因啊，是意思是讲规条是通用的吼，啊，迄落挂饰吼，有当时啊用化的吼，化袂倒去，啊，着规用断的，着一只一千。安尼啊，明年都要通去挂，吼啊，算作讲啊，无要栽培一只鸯鸟嘛，无法度。根据历史资料，清朝时期台南的沿海地区，都办挂铃的婚轿一款的风俗，上无已经有九百年的历史。虽然比赛规定无写白纸黑字，不过争头时间拢真清楚，是属于地方真特殊的风俗。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屏东温州民谣馆是针对温州当地民谣做文史研究甲保存，希望甲文化顶根流传落去。乡啊，寄欢迎贵宾啊来乞讨。啊，他们恒春的是苏啊香啊鸡，就是有一点的不休想的所在。虽然是同级别，不过金唱的方式无同款，要天差个地。为着要让温州民谣的特色保存下来，地方文史工作者组成民谣协进会，希望透过正人力量开始保存温州民谣。没有民谣馆，有的时候我们在表演啦，或者是在传唱，还是在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吼，我拢去接学校的活动中心，也是因的传堂遐安尼，介不方便。人讲万事起头难，虽然有正人的同心协力，要文化资料的保存，不过一个适合的场所来保存资料也是真重要的。温州民谣协会本地是无固定的场所进行保存的工作。政人也决定要向县政府申请300万的经费，建立民谣馆，予珍贵资料会当有保存的空间。我呢家拢去寄伫人遐，啊寄伫人遐的时阵吼，因迄厝都有当时啊有老啊，啊老哇一挂资料拢淡去，啊都遗失去，啊所以讲，阮就是为着这个民谣馆嘛是会赶紧啊要建立。伫咧民谣馆，学生囡仔挂着耳机，就会当听到有特色的温州民谣。有一间民谣馆了后，对文化教育意涵更加提升。
王永国表示，民谣协会有甲在地青年合作，出一本记录在地女性民谣绘本的有声册，也正做满洲乡内三间国校外的新学期礼物。希望满洲民谣特色会当定根伫满洲，伫咧帮出播唱曲，流传上界使人感动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七十当前，头一批政治犯被抓去绿岛关，有不少政治犯因为安尼死，家庭破碎。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举办绿岛人权艺术季，邀请国内外十九个创作者以文学影片、艺术品来展现绿岛家乐的过去甲今嘛。一幕一幕闪过的画面，反映白色恐怖时期火烧岛种种的模样。绿岛人权艺术季今年第三年举办，主题叫“假使绿岛是一面镜”。主视角这张相片，就是人权甲艺术奋斗者欧阳文前辈在咧绿岛关十二年期间所翕的。苦难拢过去，因为爸爸迄当阵翕的相吼，伊拢逃学，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五零年代绿岛的风情民俗嘛吼。六月十八来去吼，啊，好啊，把咧故事讲啊，即少年人听不，因少年哦，经过对历史无了解啦。七十当前，杨国武就是头一批被送去绿岛关爱的政治犯之一。今年国家人权博物馆以离散甲监禁做主题，包括日本、印尼、香港、国内外各共十九组创作者，对绿岛边缘的地理位置出发，拍片创艺术品，回应边缘政治下的人权议题。台湾的社会，原来有真多小块无公平的所在吼，啊，原来有一挂人权的议题，吼，原来是存在啦吼。啊，这个部分，阮希望讲过去，白色恐怖的历史，啊，甲今仔日啊来做一下对照。即将二十二件作品含一系列的艺术工作坊，艺术季对五月中旬开始展，未展四个月，希望绿岛真多一面镜，对照过去含现在人民的生命情景，以艺术做底底，再现七十当前的历史。记者阿敏金、曾派文，新北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今仔伫学校食营养午餐，过去捌因为菜色无够营养引起争议。即摆有几下民间团体也过立委斗阵开记者会，对外公布要成立学校供餐法，推动平台，希望爱有法律的保障，对源头做管理，资讯爱公开，嘛甲行政警察权立法，要保障学校内底嘅食食的安全。推动学校供餐法，推动学校供餐法，第一部民间版本祭立院。学校营养午餐的菜敢有营养，做家长的正关心。伫即马民间团体成立一个平台，推出第一个民间版的学校供餐法，命令主管机关就要伫咧学校设专职的供餐委员会，买加行政警察权立法，做好保障校园的饮食安全。让各级的主管机关都有权去做检查、去做监督，你不能拒绝，不能隐匿。如果你拒绝或隐匿的话，我们有罚则的规定。如果我们没有中央层级的法源的话，每次到地方的选举的时候，学校午餐就变成一个政治人物开支票撒钱的这个乱象不会解除。民间团队也欢迎讲，即马有专职营养师的各中小只敢占17%，应该爱国提悬比例。现场要提日本、韩国学生用的餐盘，加台湾即马用的大碗公来比。所有食的物件拢放伫咧大碗公内面，一圆贴做伙，根本看袂清楚内面有啥物物件。另外，食饭时间伤短，应该爱延长。其实我每次看到那孩子吃饭，就是囫囵吞枣，全部就这样子一口吞进去。那大部分很多小孩子他吞不进去，他就把它丢掉了。我们希望这个时间真的能够让它更长一点，让孩子们真正能够知道我今天吃的到底是什么食物，对我的身体有什么好处。食材来源、成本拢有公开透明，担心供餐无受到科学限制等一寡改变，拢有纳入这个民间版的学校供餐法。参加记者会立委范云也表达肯定，讲会监督立法院赶紧办审，希望伫咧明年母亲节之前会当完成立法。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罗惠夫基金会的统计，咱台湾每七百个红孩内底，就有一个面型生成有故乡，可能是嘴唇闭唇，也是小耳症。基金会开记者会，呼吁有心的负责人妈妈，若是伫有心的时，就发现囡仔有这款问题，会当去找因，想讲看安怎会当做较好。可爱哦，妈妈会
带着柳精神的咪咪一同来出席活动。妈妈跟咪咪手牵手，一步一步走在台顶。罗惠夫罗干基金会的车辆邀请六个有先天明显过样的囡仔，甲因的家庭向社会各界说明。其中一位罗干儿咪咪本身阁有罕见疾病，咪咪的妈妈表示，就算医生讲咪咪干那会使活到五岁，伊嘛无想要放弃。其实一开始都不敢出门，因为很害怕，就是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但是其实就是妈妈自己的心态要调好。其实他就是虽然跟人家不太一样，但是妈妈就会想要把他打扮得跟大家一模一样。当然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会喂食比较困难，但是就是你看他现在长这么大就。其实跟一般小孩就没什么差别，嗯，对。罗干儿真正的妈妈表示，在大巴肚的时阵，大家是希望把囡仔提掉。不过，伊讲真正在完成手术了后，感面甲一般的囡仔拢同款。罗惠夫基金会讲，在亚洲每六百个红孩儿会有一个罗干儿，在台湾因为生育率较低，差不多每七百个红孩儿内底会有一个。不论家长做任何的决定，我们也都希望，当产检发现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都可以来跟基金会这边跟我们的专业社工聊一聊，然后大家收集够多的资讯之后，再去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担任爱心大赛的艺人小甜甜讲，一开始接触这的罗干儿，会感觉小夸感伤。不过看到这的家长拢真拍拼，是感觉因真伟大。伊表示，伊接触到的罗干儿拢真乐观，希望发现有这款状况的爸母，唔通轻易放弃。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文化新感觉，咱来看有科学中药之父名号的柯宏源，伊伫1953年开始收藏咱台湾艺术作品，一直到伊过身进前，总共收藏600多件。咱台湾永过并无美术馆，伫迄个时代，伊是伊就站出来支持艺术创作，嘛替咱台湾即马留落来真济珍贵的文化资产。1917年，伫中华河北出世的柯宏源，唔那伫中药现代化付出真大贡献。伊伫在新进前嘛收藏济济艺术作品。1953年买的头一幅图，就是廖继春的画。后来因为写理发写一本册《日本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牵起两人熟识缘分。伊真客气，他这边记忆我也记真清楚。伊就甲我介绍，自我介绍，讲人来介绍，我摕一本我的册去看，哦，伊讲伊这本册后摆伊想讲要用这个册来底所写的，哦，伊就要买安尼啦。两个人伫美国初见面，后来透过微信分享收藏画作的各种意见，伫1979年开始有系统收藏大量的画。除了台湾的老画家，也收藏各族群的创作。但是后来我们收起的物件，不是惊咱的老画家，真多对大陆来的这老画家，一收就收啊，所以伫伊的心中吼，无这族群的问题，无这啥本省人、外省人的问题，所以伫这个台湾这个多数啊，伫只活动的人，伊总收。柯宏源为画家、艺人、收藏家等等的所在，找出艺术品。背道真阿三哩，柯宏源先生吼，拄啊伫咱这二楼四楼遐啦吼，现在我遮吼，啊看看就随便去吼，啊佫另外真一张吼，有诶是伫华龙买啦，有诶伫阮弟弟吼，我伫洛杉矶有一个美术馆，伊可能去我弟弟遐佫买过安尼。毋捌共开过一角面，毋捌卖过一张图。所有的人写回的这批啊，全部保存到会使讲真完整。一个有心的人，一个以台湾替台湾来留文化资产的一个真伟大的一个人格者。药物医人心，文化治人心。柯宏源博士秉持一个信念，收藏台湾画家的作品。在早年台湾经济、政治局势也充满变化时代，予台湾的艺术品有所归属，用自身的力量守护台湾的艺术史。记者杨淑静、张岳水，台南台中报道。
家己咱潭国小因的学校特色课程就是用来教天文学。在1998年就设立青松厅，一个毛千里镜。学校表示咧推广天文教育，嘛要给囡仔学天文的事，学台语。所以学校即阵是邀请台语老师来替囡仔规划用台语文来学天文学。金乌落来了，伊要搁提是，哎呦，伊会记即讲，伊是早十二钱出来啊，啊那无无。老师伫台顶讲玉鸡射日的故事，讲日头为什么伫个故事内底，予人叫做乌金。过来就要介绍这节课的主角太阳。那个太阳一次只能出去一个，可是他们很想出去玩，然后就全部一起出去。那后来是？后羿射掉九颗太阳。有看到物件无？这届有看到无？有哦，你目睭较好，你目睭较好。除了伫咧教室内上课，也去外口实际观察。关于去南坎国小以天文科学做学校的特色教育，那逐礼拜拢有安排天文科学的课程，也佮有专业的天文设备，互囡仔有完整的体验教育。嘉义市对天文教育这方面，拢以咱南坎国小为主来遮天文台来做一寡啊课程的开发，以及着观察天上的变化啊，所以无同款的课程，予囡仔有无同款的学习甲研究。那天文台就是咱一个使用的真好的工具安尼啦。啊，有谁知道太阳黑子的台语怎么说？为了要让囡仔会当伫咧科学课程中，也要用台语。南坎国小结合台语文加天文科学，规划台语文的天文学课程。老师用讲故事、俗语的方式，让囡仔伫咧普通时就当运用。因为我感觉讲，咱教咱当然这个天文是阮南坎国小的特色嘛，天文爱教着。啊，不过咱啊讲一寡俗言语的话，咱会使教咱生活当中的一寡话嘛，带入来，好，即个囡仔会使学搁较侪，母语。你准备的是啥物？冬瓜、四号线。这啥物意思？你敢知？就是寒天愈冷，愈袂落雨。愈袂落，这是你家己去找，还是厝内人甲你讲？厝内人甲我讲。厝内人甲你讲。学校讲，科学教育甲传统文化结合，除了是让囡仔会当学台语，也希望透过台语的传播，和天文科学的知识，会当增加囡仔甲世代人的交流。啊，透过台语文的这个美丽的讲法，会当让咱的社会大众啊，那是咱的囡仔，拢会当熟悉到天文的美丽啊，来介意到天文这个知识。老师讲，天文科学主要是西方的科学知识。内面有真侪专有名词，字典内面无一定找到。严格学校强调，就是因为安尼先，才愈需要推广用台语学天文，和台语文的使用会当愈来愈齐全。记者综合报道。有新的妈妈，大部分拢是一胎生一个。严格非洲有一个妈妈，伊大不多一胎生九个，而且生落来拢真健康，真正是创下纪录。有影目前当在世界纪录的进程。医疗中心内底，保温箱倒着一个佮一个红孩仔，每一个红孩仔皮肤拢红光光的，连因的妈妈拢是同一个人。这个所在是摩洛哥上大的城市卡萨布兰卡的一间诊所，测试才达完成一个为非洲国家马里来的有新的负责人的破白生囝。因为这名负责人之前有检验过，发现是七生啊，在医疗主管无够之下，才有新25礼拜就带入去诊所，一直到30礼拜开始出现了阵痛，予医生决定甲负责人破白生囝。D'accord, بس كنت أريد أن تخرجوا شي شوية. البارح جاء المعهد، جاء المعهد وداك الشيء، دونك قرر الطاقم الطبي باش يدير العملية قيصرية ليها. العملية قيصرية تكلات بالولادة ديال 9 توائم، 5 بنات و4 ذكور. 原本表示这一胎会生出7个红孩仔，没想到煞有9个红孩仔。好，25岁产妇妈妈徐思甲医护人员拢有惊到。29个红孩今出世重量落伫个500公克甲1000公克之间。虽然身体一粒仔囝，不过身体状况真健康。
الحالة ديال الأم كانت شوية صعيبة في الأول لأن كان الريسك ديال كان نزيف، النزيف كان بريفيزيبل لأن كنا عارفين واقدر يطرى في لا طاي ديال الرحم ديالها اللي كبر بزاف.好在在医护人员救治之下，胡金东的状况嘛恢复稳定。只是到生啊顺利出世，佮活下来案例是非常罕的看到的。更是世界纪录内底目前相关的纪录保持者，是2009年由美国的苏莱曼自家生了八生啊的扎珊红孩啊。即马更是世界纪录机构当日确认三夫人佮红孩啊出世的状况，若是确认了后会认证创下新的纪录纪录。关心闻的是同朋友。美国加州野花正在开，目前正是野花开花的季节。在洛杉矶有一个公园，花是开到平壤也搁较悬，整片的花海有够水，带乡亲咱做伙来看。满山四季开满着黄色的芥花，得着风伫咧摇叮当，真侪人伫咧散步，未输敢若是梦幻的景色，就伫咧洛杉矶的郊区。在洛杉矶东边开车差不多一点钟的奇诺港州立公园，最近规片拢开满黄色的芥花。As you can see, it's well above my height, and I'm 5'9", so it's just nice to be just completely surrounded,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 因为疫情封城的洛杉矶居民心情正郁卒，趁这个机会来这放松心情，把所有郁卒拢放掉。We've been locked out so long, and we're dying to leave the house, get on the road, and drive.And this place has such hills and going up and down, green and yellow and blue. It's just amazing, and the birds chirping. It's just wonderful. 园区的经理讲，公园经历过冬天的酷寒，不止去年十月发生大火，有六成的面积被烧掉。伊本来也阁无啥确定今年是毋是还阁会开花，无想到讲芥花也是开了这么水，这么红。The brilliant yellow flower that We're standing in the midst right now. It is an exotic plant, but it's still the color brings out some of the beauty of nature. 园区经理讲，芥花会当发到240到300公分高，花期会当一直到6-7个月。这么水规片的黄色花海，除了让人感受到自然的水，也敢若伫咧疫情中看到光明加希望。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来看太空探索，即马是真热热，不管是伫月球，也是伫火星。另外，我见地球的处轨道飞行嘛是重点。亚马逊的执行长贝佐斯创立纳什能源这间公司，经过10多次测试，即马因宣布讲，要伫今年7月20日头摆载人进行太空飞行。而今即一天是因为即天是咱人类头摆登上月球52周年的纪念日。A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52年前的7月20日，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加艾德林登陆月球，写下针对太空探险的新目标。亚马逊公司执行长贝佐斯创立的纳什能源，也要在52周年这一天，做公司第一摆载人太空飞行。纳什能源选择美东时间5月7日宣布展开3阶段的竞标。要将太空舱6个位当中的一个留予得标的人。5月7日这一天也是美国第一摆有太空人做处轨道太空飞行日子，进行10多次的试验，准备执行任务的载运火箭和太空舱，也拢用太空人的姓来命名。This capsule, the New Shepard vehicle, has been built with the human spaceflight experience.Built i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You see those big, gorgeous windows? Those are the largest windows that have ever flown in space. Perfect from which to gaze out, see the beautiful stars and the colors of Earth popping back at you. 初轨道飞行无展开高度定义，按过离地表至少100公里，比离地300到2000公里的所飞，跟地球轨道 LEO 较近。We aim for an altitude of 105 kilometers, about 350,000 feet up.That's about 10 times the altitude of what you fly in a commercial airline. 那些经管宣布竞标开始的同一天，参加太空事业要真长时间的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所属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第5摆测试超重型载运火箭升空，第1摆平安降落。因为升空是未来去火星甲部署卫星网络重要载具，火箭推进器用重核使用是降低成本的必要手段，所以第1摆平安降落。有真大意义。公司新闻，徐嘉欣编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方面，我见
北台湾过头了后会开始落雨，啊，那中南部伫今仔日爱洗一高温。明仔后一拜六礼拜，方面会停伫北部的海面，所以天气拢无稳定，山区卖落雷公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二十几度，上高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高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0度。外岛是19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乡亲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